那么两只小的呢，就是母的招潮蟹。那么两只小的呢，就是母的招潮蟹哈。招潮蟹利用小的吃饭，大我就能打架的哈。啊，这边的朋友先拍，我跟的朋友啊，回来再看哈。坐东边的朋友两只中鱼竿哈。南都鱼竿有分两种哈，蟹夹就拱桥了，啊，喜欢在泥地上玩，有人叫面哦哈，喜欢在水面上，有人叫钓鱼哈。啊，多下来就是经典弹涂哈，啊，人就是回桥。前面的这一座桥呢，叫做海宝桥。我们等一下来从这里桥下来经过，打从海宝桥下经过，能够保佑大家平安顺遂啊。我们学生朋友能够学业进步啊。那么呢，我们的所有的做生意好朋友能够生意兴隆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右手边看到的五一桥，五代表多数的意思，意思的点字，我的意思啊，五呢，多数的意思啊，这是跟长出来，它就会分叉。 分成两爪、三爪、四爪、五爪不等啊，我们叫它叉叉、叉西、叉罗、叉，所以就是罗雷叉。那么左右两边呢，介绍今天的第三种红树林。那么它是马鞭草科的海茄冬，它的冬呢就代表着呢是它的根啊。一般树的树根是从上往下长，海茄冬呢除了从上往下长之外，它会从这往外长啊。更特别的呢，从红色往外长的这一个根，它就会从下往上长。 一根一根的，好像会生外形一样，好像如笋一样，啊，把它的大壮的呼吸根。右手边呢，荷兰海岛遗址，我们回程再来做一个介绍。红树林生长在荷兰礁界的地方，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的地方，本身可以提炼红色的燃料哈，因为生长在热带礁界的地方是海水之咸水的，所以长得特别慢，但是不然这就做下来，观察观察视线哈。 那么全船由四种红树林构成的水上绿色隧道就只有这一条哈。那么从两边看到的啊，滩地上的这个土堆啊，这个是螃蟹的家，那个洞那么就是螃蟹，有多少个洞就有多少只螃蟹，洞有多大螃蟹就多大只哈。那么呢，对，这个螃蟹叫做胸痕圆轴蟹。那么陆蟹哈啊，一些科的台湾最大的就是这一种哈。 安是个公公，我就是安公公。来，左两侧的朋友小心手哈，小心头。来正前方，那么这一颗呢是最有名的状元树撞头树哈。一个不小心撞到你的头，远远的哈，来头记得掉下来哈。来头还是一哦，头还是一哈，头小心，头别太可怜哈，头磕胸的嘛，那是一哦。哎，不要拍打，不要拍打哈。 那么我们左边看到的啊，那么这个树比较黑的呢，这个树是蓝米，刚介绍过的，很特别哈、啊。那么它的叶子呢，好像乌鱼一样啊，一片片的，很特别。叶尾呢，有这个尖状的倒钩哈，好像麦当劳的这个 M 一样啊。右手边呢，树皮比较白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呢，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啊。 叶子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状的呼吸根哦，是它的这一个特色哈。叶子背面呢会白色的，有呼吸根的啊，这一个是海茄冬，海茄冬的棒
去有个广告，那这样有看到吗？上下哈，因为这个有点水波纹的哈，不是刮风了，所以那个水面上不是那么静止哈，上下隧道口。那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不用担心哦。那现在 Google 很方便哦，你上网搜寻一下台江国家公园绿色隧道天使之吻哦，有好几百幅的那个图画就出来了。啊，是摄影协会他们拍的哈。那么这一个孕育下一代的这一个生命啊，那么无须根来做呼吸用，所以它不会长叶子。旁边看到有长出这个新的小幼苗出来的这个树呢，啊，可能是这个胎生苗啊，那底下五米角水蜜桃或者是海泉龙潭里的种子掉下来长出来的新的小幼苗啊。它因为要做呼吸用，所以它就会比海水涨潮最高水位还要再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了地方知道海水水位最高在哪边，看无须根就知道。啊，像我们这个竹花港线的水里面的水位最高在这个地方，黑色的地方是水位最高的位置，上面白色的这个根就在呼吸用的哈。那我们出隧道了哈。那么190年前三江门建造呢这一条竹花港溪，所以呢早期经过竹花港溪的船只，他们来到这一个地方呢都要来磕税，都要来收费哈。正前方有一个林务局，那么就是竹花港的收费站。怎么收费呢？啊，如果你载的货物是价值1000块的话，就扣1块钱的税。啊，收了电税之后，最主要呢是来做十几公里河道的整治，一样的保护和管理开销的费用啊。来，掌声感谢一下我们船长，掌声鼓励一下哈！谢谢船长，谢谢来，我小心手别弄起来了。的话，只有下雨天、阴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来哈。啊，所以呢，不是每次都在聊到它哈，有时候呢是要看缘分的，看缘分的。那么欢迎各位嘉宾呢再度光临我们绿色隧道红树林的故乡哈，台湾四种珍贵的红树林哈。那么全世界的红树林呢有83种哈，大多数呢生长在河海交界的地方，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的地方哈。那么台湾呢早期呢是有6种红树林哈。啊，在民国50年代、60年代，我们在开挖高雄港的时候，啊，把其中2种，一种叫红茄冬，啊，另外一种叫细蕊红树，把它破坏掉了哈。所以呢，目前全台湾呢只剩下呢4种红树林哈，就是我们刚介绍过的这4种，分别是红树科胎生的五厘角、红树科胎生的水笔仔、马鞭草科的海茄冬、紫君子科的蓝梨哈。4种红树林构成的水上绿色隧道，全台湾只有这一条哈。右手边看到了这个树啊，这个树叫黄锦，开黄色的花，早上开花呢，下午就谢掉了哈。那么呢，它的花期非常的短，只有短短的一天，所以呢就叫做皮子花。啊，这个锦龟哈，啊，高价水贵呢，一般这个月啊，锦锦的贵对啊，这个龟龟哈，所以可能金贵呢，特别的香啊，有植物的香气。有些地方呢，不用黄锦当龟哈。有些地方拿那种芭蕉叶、香蕉叶、月桃叶，把它剪成圆形哈，马当然处理界的龟背啊，就是龟爷了哈。以前到野外呢，没有卫生纸，黄锦的叶子很好用，可以擦屁股哈，但是绝对不能够擦完屁股再拿来捶龟，这样是不可以的哈，绝对禁止的哈。正前方看到的这一座庙呢，叫四草大众庙。好了，我们的那位主神呢是镇海元帅，我们台南虎城人，他姓陈，名游，耳东城，喝酒的酒，把水去掉，十成有十成油哈。那么在清初从军，从八总大人当到总兵大人呢，
那因为在1721年康熙61年，因为协助平定呢这一个朱一贵事件有功，那就来升官，升为提督大人哈。清朝的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官职最高的就是我们的提督大人哈，他官拜惠州提督。去世了以后呢，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了感谢他对清朝的贡献，那为了感谢提督大人对台湾这一块土地的付出，更为了表扬他的忠义精神，特别把他从提督大人升格为镇海大元帅，入庙祭祀，享受这一个香火的祭拜哈。右手边看到的这整片呢，那么是我们民国77年我们台湾第一座成立的红树林保育区，四种台湾珍贵的红树林，我们一直都把它看完了哈。那么数量最多的红树林呢是这个海茄冬，它的适应能力最强，它的分布范围最广哈，整个台湾西部沿海到处都是，往北走可以到新竹，往南走可以到屏东，屏边东港这一带都看得到海茄冬的踪迹哈。它的呼吸根是它的特色，叶子边边的排眼线也是它独有的特色哈。那么另外两种就是我们刚介绍过的南里跟五里角两种濒临绝种的红树林，在四朝台山国家公园这个地方呢特别的多哈。那左手边我们刚介绍的荷兰海保遗址，1624年荷兰人统治台湾，那到这个1662年呢离开台湾哈。那么在1627年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海上炮台，3层楼高，6门大炮。那么在1656年呢，这个炮台就被大水冲毁掉，荷兰人没有加以整理修复，所以才能够让这个50后的1661年4月30号，郑成功的水师部队才能够顺利的登陆台湾，改写台湾的历史哈。右上方看到了这个大豆荚，是我们台南市的市花，台南市的市树，凤凰花、凤凰木。那每年5到6月份开得非常漂亮，凤凰花开离别的时候，他们是过来走哈。那原产马达加斯加，日本人统治台湾引进来的哈。来左手边来看鸟巢哈，这边有鸟巢来，小鸟巢。来左手边这边有看到绿色的点，绿秀眼能看到。那刚听起来这个鸟巢特别的小，能看到。绿秀眼啊，这一样，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那鸟巢是那个巢就小哈，这样的石阶比较大，那巢就特别的大哈。我们左边刚有看到照，就旁边有朋友在移动哈，两只小就是母的招潮蟹，有一只大好的是公的招潮蟹哈。那南部鱼啊，保护色跟土的颜色一样，仔细来看啊，对正嘴看没有关系哈，所以站起来。来，有大好的是公的招潮蟹哈，这个是新来招潮蟹，网纹招潮蟹哈，还叫红蜥啊，叫扁蜥啊。一个大好的是公的，两只小是母的，用小来吃饭哈，大好用来打架的，不换潮水，赶快来，赶快来哈。来，他注意来注意看哈，因为他如果没有保护色，就会被白鹭鸶吃走的哈，所以他要保护色跟土颜色一样。你看，天气躲在洞里面来，这个水滴仔看到没有？胎生鸟正在长哈，再过几个月胎生鸟就长成大概15公分，从绿色变成咖啡色就会掉落下来哈。右手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建筑呢，是我们抹香鲸的陈列馆。那等下上岸的时候，凭着你的票根，可以免费到里面来参观。那么里面呢，陈列了一对母子抹香鲸的标本哈，还有我们早期农民的生活用品、渔民的捕鱼工具、鱼虾贝类的化石哈，那大概总共有400种之多。好，凭票根可以免费到里面参观，需要10块钱的清洁费用哈，赶出去来。那么在庙里面前方呢，100公尺二级古迹市场炮台，二级古迹哈，还叫镇海城啊。啊，您要上岸的话，可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可以到庙里面来看看哦。一般我们尽量的话，以神明的坐像，那左青龙，右白虎哈，我们面向庙，我们右手边啊进去呢，拜拜完功德人员，出庙的右手边出来，啊，就是这一个顺向的方向哈。